勇敢去闯，勇敢去闯，爸爸的爱。都話而家諗住公司叫佢搬去中環，而家阿怡仲考慮緊，仲未肯答應我哋嘅，仲未肯答應我哋嘅要求。香港區好易遠咗啲咯，即係以前喺元朗住啊，近深圳嘅嗰度。哦，因為你中意上深圳玩啊。係啊。哦。咦，我有啲朋友都喺大陸住嘅，即係。係。係佢好用嘅，佢有時會成日自己一個人翻大陸。即係同朋友玩咯嗰次，我請佢玩室內跳傘嘛，佢初初唔敢玩，我請佢玩佢敢玩啊。咁你自己敢唔敢玩啊？敢啊！佢好中意玩機動遊戲噶，佢係啊，去到馬來西亞咧，佢玩嗰啲機動遊戲，你嗰次玩咗咩啊？好似咩都玩曬係咪啊？玩咗咩機動遊戲啊？玩過啦，乜都。咁中唔中意馬來西亞？我都 OK 嘅，都 OK 嘅，即係咁佢哋當地啲粉絲係咪好熱情啊？哦，都熱情嘅，都幾多。我嗰邊啲粉絲熱情過我香港啲啦，因為試過由落機開始咧，喺飛機開始咧就已經會圍住佢影相，即係包括啲可能空姐啊，跟住落機咧係見到啲空姐空少係跑落嚟嗰個關口嗰度截住佢咁樣，即係我都好 surprise 啊呢個。有冇啲難忘嘢啊？喺馬來西亞？我冇難忘嘅。冇難忘。唔話難忘啊！佢好似真係，你出 show 嗰陣時見到啲係咪都好多人嚟支持你啊？你去唱歌嗰陣時，係咪啊？係。